乖乖在看他的秘密基地，要把蛋糕放到秘密基地吗？一德德在撒胡椒盐，小乖，你的面包跳出来了啦！那个面包烤好会跳出来啊！的面包跳出来。再一次。面包给你吃。嗯。再一次，面包跳出来。啊！再一次。跳出来，再一次，哇！很多宝贝老板，我要吃一个牛排，要煎熟一点哦。要吃蛋糕吗？我要吃牛排五分熟。那蛋糕嘞？那一个吃一个草莓蛋糕。马上做。哇，你们这家店生意好好啊，生意兴隆。